王晶串阿叻忙本，我要放下。人嘅脑有通过神奇嘅功能，叫做忘记。乜嘢？放下自在。阿晶哥同阿叻为港姐呢场骂战发展到依家，晶哥就暗串阿叻忙本啦。寻日港姐喺尖沙咀又有活动，咁我哋梗系问下另一位当事人啦。电影就一定系佢捧红我啦，但系捧红我唔系代表我要认同佢嘅睇法噶嘛。不过佢未系正式捧红我，真系捧红我系 TVB。我其实咧 TVB 系捧红最多人，王晶都捧红好多人。但系王晶捧红嗰啲人咧，已经系九十年代。咁多年老友啊，冇谓为啲女嘈到咁啊！一啲都唔影响我，我觉得呢次好好啊，大家好交心啊，原来佢知道我系咁唔俾面嘅人，我成日觉得件事嚟嘅，我又唔系针对佢，我系觉得佢睇错，因为我日日都见住啲女仔嘅，咁我真系觉得佢靓嘛。其实靓同唔靓，好多时都系各花入各眼嘅啫。